跟肥缇一夜不快吗？这些都没有预约的，这些都没有预约的，这些都没有预约的。不准进是吧？不准进，不准进，没有预约的，没有预约的，就是直接来打的，直接来打的，排队排到外面。他说不用，不用预约。那谢谢。一点点痛，一点点的啊，有一点点痛。干嘛？你广西那个没有粤，广西没有粤康码的是吧？广西的那个不是要粤康码。你广西的不是粤康码，你是要那个什么什么码才能查得到？你打过什么针啊？对啊。所以他要先查到你打过什么针。是不是打过两针才确定？才确定敢给你打吗？我转过来的。
现在人不多啊。前面来的那一批回去了。